我们来四个有奖问答，那个四个题目由我来出。第一位第中国，第一位中国画家，第美国中国画肖像画是哪一位？把名字说出来。我说不算数了，没有关系了，各位。太极拳，太极拳有大派，请猜。画家，我们是授课，这一期雅集。我呢是来自南京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呢在民国时期叫国立中央大学。今天非常荣幸和大家在一起交流，谢谢。狼嚎呢是比较硬一些，在真正中国的一开始的这个毛呢，不是狼嚎，也不是羊嚎，但是兔嚎。哎，那个兔嚎呢是一种比较硬，那后来呢就是羊嚎啊，这个狼嚎就对起了。那狼嚎呢啊，所谓刚刚那个啊，我老师已经讲过了，是叫做黄鼠狼。英文呢叫做 weasel， OK。那么羊毛呢，就是大家。我看到报纸还是哪里有写说胎毛，小孩子刚生的胎毛。对，就是小孩子那个。你讲的是对的，但是这个胎毛呢是软的不得了，这个根本就不能写。这种东西做出来呢，是一种做装饰的。尤其妈妈爷爷奶奶拿着去挂起来，就是表示说叫谁是很出名的唐诗，叫那个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争取时间，我们12点左右准备开饭。开饭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有雅兴要到前面来挥毫的话，随时欢迎。Drunken Pig， 这是有龙蛋干丝醉卧。告诉我现在是春天。因为我经常看到那个长江有讲几句话。对，我们的总会长啊，这是全世界有名的。我哪里哪里去贵宾的？我只祝福各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精神愉快。我们这个书画协会成功，谢谢。小孩或外国朋友想学书法国画的，可以跟燕京小姐联络。下一幅，这位老师在汉拜啊、下了很多的功夫，他的学生全部都是外国人，所以我们也在老师圈子里面啊，连师大人都佩服他。为什么？因为他这个身体行动不方便，所以我就写信给我的这个头班同学啊。
他做到教育部部长，他也答应要表扬这位老师，哪里晓得这个这是教中文，我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是要学繁体字呢还是简体字啊？那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大家感谢我们的书画，然后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欢迎新会员加入我们的书画协会，然后让我们的协会更加繁荣，然后纽约或者外州有书画家，我们本地都有。以前不是差点跟他买那个装裱机吗？对啊，哎，他俩还在啊，还在，还在。不会弄，确实不好弄，你要一点小聪明的。三次旅行，还有我们，小猫，你在当中，我们在当中。